曾被橘座毒奶击沉29艘的超级驱逐舰 DDG-1000 打算来中国南部海域，中国派谁迎接？为何说中国有种科幻武器或一发就可送它入海底？敬请关注本节目。据美国媒体称，美国海军对3艘 DDG-1000 隐身驱逐舰进行重大改进，加装激光炮、高声速武器等等先进武器。一位美国退役舰长称， DDG-1000 打算被派往南海，能有效威慑中国。作者看到央视军事发出这条微博，第一感觉是美国海军没睡醒还在做梦吗？说起 DDG-1000， 它就是传说中被橘座毒奶击沉了29艘的超级驱逐舰，美国海军对它是恨多过爱。这3艘隐身驱逐舰一共造价堪比一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，但是却无法融入美国海军作战体系中。 DDG-1000 原计划装备的先进武器不断缩水，两门主炮从科幻的电磁炮先缩水为超远程155毫米舰炮，最后却没钱买超远程弹炮，只能发射普通的155毫米弹炮。而美国激光炮暂时可以击落塑料造的无人机，离拦截导弹还远着呢。DDG-1000 不但装备严重缩水，还出现大量的技术问题。 DDG-1000 使用全电驱动技术，燃气轮机发电，螺旋桨使用电动机驱动，然而这套系统技术不稳定，曾经出现电力系统崩盘，全舰失去动力，被迫用拖船拖回。最后作者还没看见过 DDG-1000 参与美国海军重大军演的视频，可见它在美国海军的地位是有多边缘。综合至今关于 DDG-1000 的消息以及没听到过的报道，我们得知 DDG-1000 有多项作战能力是存在巨大的疑问。 DDG-1000 的 MK-57 新型垂直发射系统没有听到发射任何类型导弹的消息，包括海麻雀和标准等防空导弹、阿斯洛克反潜导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，155毫米主炮未曾听过精确炮击视频演示。如果 DDG-1000 正如作者所说，连导弹都没发射过，主炮也没有严格测试，这样几乎赤手空拳的被派来南海，中国根本不用派军舰去监视它，随便派艘海警船围观一下就可以了。毕竟中国的一些海警船已经装了一门76毫米射速炮，1分钟打120发炮弹，半分钟就可以打残一艘 DDG-1000。假如美国海军真的能说服美国国会给钱，把海军幻想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到 DDG-1000 上面，这样的 DDG-1000 对于中国的南海岛礁安全还真的有一定威胁。由于 DDG-1000 的雷达隐身能力远比伯克级要强，中国海上巡逻机用雷达捕捉它的难度就会变大不少，一旦 DDG-1000 伪装成其他国家渔船，那么就更加难搜索了。其次， DDG-1000 能装备40枚以上的高超声速导弹，足以破坏中国岛礁重要设施。最后， DDG-1000 上面的激光炮近程反导能力比现役的密集阵要高，更能应对常规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。对付科幻版的 DDG-1000， 自然需要中国最科幻的武器反舰弹道导弹，只要锁定它的位置，一发反舰导弹就可以送它入海底。回到现实世界，美国海军早已经放弃了 DDG-1000 这个巨坑了，这玩意儿性价比太低了，而且根本不适合与航母编队混编作战。美国海军重新建造低成本的护卫舰，建造伯克三型驱逐舰，解决福特级航母技术问题等等，以上一系列项目足以让美国海军资金短缺。这种情况下，还是让 DDG-1000 停在码头算了。